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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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3年2月14日，祝各位啊情人节快乐，即系呢单嘢都冇得避噶啦，唉、哎，太恐怖啦，所以无论系香港又好啦，内地都好，作为广播电台主持人啊就真系嗰啲叫乜嘢啊，危居就勿入，乱邦忽居啊，最好就避得就避呢啲嘢啊，唔好喺呢啲咁样嘅地方存在住。话说呢位系途中相片入面嘅人啦、啊、四川广播电台嘅主持人。咦啊，原来系法轮功学员嚟㗎喎，呢位叫庞芬。最近呢就喺四川嘅乐山监狱入面呢就被迫害致死。死状可报啊，年仅30岁。被迫害嘅开始 就係2020年7月27号被呢个中共抓捕。呢度又写住非法抓捕啦，边有非法㗎，全部都系依法抓捕。就只不过佢嗰啲法呢就乱 Q 咁立咁解嘅啫。依法抓捕，依法强奸，依法奸人老娘，乜嘢都有㗎。咁、啊、所以大家要凌驾到佢先得即係依法灭共啦。Anyway， 知情人士就讲到啦，庞芬嘅妈妈呢就喺2022年12月2号朝早8点钟就接到监狱嘅通知讲俾佢听，哇 ,30 岁仔竟然咁样样，就话俾佢听佢个儿子就已经搞唔掂啦。10点嘅时候就通知佢已经死亡，而呢个尸体上面伤痕累累。咁事件令我好奇嘅就几样嘢啦，第一即係原来习近平嘅世纪都仲系会迫害呢个法轮功人士，呢个第一点。第二点即係原来法轮功今时今日喺内地呢都仲有人系修炼緊㗎，应该都要地下修炼㗎。冇㗎，你嗰啲教徒俾夏宝龙拆十字架各样嗰啲，你如果要正信嘅时候都要走入去地下嗰度信㗎啦，係咪？如果唔系基本上你信嗰啲教义即係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与习近平同在㗎嘛。咁话说啦，庞芬嘅父母就住喺湖南。12月3号由湖南走到去四川嘅时候呢，佢哋就由北京嗰度请咗个法医官。咁但係呢法医官系冇办法进入去验尸，因为监狱就阻止呢个法医官嘅进入。同埋监狱就通知佢哋啦 ,12 月13号之前一定要火化。仲有就系将一张签好咗嘅签好咗喎，家属拒绝验尸报告，即系你哋自愿嘅，就话就咁掟俾佢哋，签好咗㗎喎，就唔知边度攞到佢哋嘅签名啊。庞芬嘅妈妈严词拒绝，即系我都冇签过嘅嘢你冇得咁嘅。最终竟然就同意验尸。但是呢就必须要喺监管嘅底下望住。话呢个好胆啊，同埋佢都有啲知名度啊，都叫一个主播嚟嘅，就唔知仲喺唔喺中国境内啦，好危险。呢个系 Twitter 嘅用户豆反俄祖日报，你实名制㗎啦呢啲。咁但係 Twitter 大陆应该唔俾用嘅。咁用得 Twitter 嘅时候呢，我諗佢所讲嘅好朋友即係庞芬就应该系佢内地嘅好朋友嚟嘅。即係估计就身在外地啦呢个 Twitter 用户。咁豆反俄祖日报贴出咗一组嘅视频同埋图片，就讲到呢个庞芬6至7月时候呢就失去联络。2020年然后呢就得知判刑5年。直到去2022年12月下旬嘅时候呢，原来已经被折磨死啦喺呢个中共嘅监狱入面呢活活打死。话佢处理人都好快喎，2年就收人档喎依家。豆反俄报係咁讲嘅，佢就话12月下旬我发文讲过啦，我朋友喺共产党监狱入面被活活打死，需要征求佢嘅家人嘅资讯先至可以发放到出嚟。而家可以啦佢叫做庞芬 ,30 岁系一个非常之阳光嘅人物，主持人系最单纯善良嘅人，被捕原因就系修炼法轮功。虽然佢系唔信呢个法轮功㗎，但系呢个绝对唔系中共可以杀害佢嘅理由。哦，原来系咁。网上而家传言就系呢佢系白纸运动嘅抗议者，但系其实唔系。哦，屈佢嘅原来。有机会系冤狱嚟㗎喎，佢而家都周围捉人㗎啦。2020年时候豆反俄报已经喺度諗啦，当其时
即系话吓啊，豆瓣萝卜都系好人。如果某一日啊，如果佢可以出国嘅话咧，会全力帮佢申请庇护，去到自由世界入边。可惜嘅就系咧，即系佢已经唔喺度啦。视频就显示庞芬嘅身上系遍布被电击、捆绑、殴打嘅淤青，而且出现呢个大小便失禁嘅情况，全身都系伤。监狱方面俾出嘅理由就系话佢系甲状腺亢奋，亢奋到咁啊，周身都伤，被电击，求其揾个理由就得噶啦。咁佢都搞成咁啊！之前姓牛嗰、那个即系透露出呢个习近平个女啊嘅一啲资讯嘅嗰位啊，我谂都挨唔到好耐噶啦。似乎经过咗江泽民时期之后呢，即系江泽民就对法轮功恨之入骨啦。啲人做嘢系熟手咗啊，就唔系轻手咗，就无怪乎啊呢度另一单新闻真系吓死人。嗱呢度啊，内地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，终身无孩即系呢一个仔都唔生嗰啲，平均嘅初婚年龄都压到25岁后，仲有人结婚，吓死人啊！你生长喺个咁样嘅国家，基本上可以话系冇希望可言，都仲有啲嘅啊。不过睇下你咩阶级啦，系咪啊？好讲阶级，你如果系嗰啲权贵阶级嘅时候咧，啊，就去鱼肉新闻，走到去可能香港啊各地吸啜下嗰啲，基本上同蚊虫系冇分别，嗰啲全部都系社会寄生虫嚟噶。至于其他嗰啲咧，啊，就任人鱼肉嘅韭菜啦。一个咁样嘅国家，低生育率啊系自必然嘅。佢同日本嗰种低生育率咧又好唔同噶噃。虽然大家都冇未来，但系日本嗰啲冇未来系讲因为经济，然之后冇未来啊。咁嗰啲系自然流失嘅生育率，但系内地呢啲就唔同噶，唔系同你讲玩噶。生出嚟嘅时候，基本上就只不过同种咗个人出嚟冇分别。到必要嘅时候啊，就好似胡因宇咁啊，俾人活摘器官 organ harvesting 啊，一个咁大嘅农场。不过人哋又种菜啊，佢又种人。哎呀，不寒而栗啊，就系咁样样啊，系啊，不寒啊，系不寒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